从三岁就开始练韵律体操，那时候很谢谢我的妈妈带我去练，然后也很谢谢我第一个教练给我很多鼓励，然后让我爱上这个运动。所以其实我从三岁到现在没有一天就是没有韵律体操的，这就是我的生活。然后我就是很热爱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比较没有办法没有它。对广西我要很谢谢大家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，有大家的支持我才有办法推广，我才有办法帮助到小朋友，我才能做我热爱做的事情，所以当然是很开心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读书很重要，学历很重要，然后个性也很重要。那运动是让我们个性更坚强，更敢面对挑战这些的，所以我其实觉得读书跟运动对我来说是一样重要，然后不能只有一个，一定要是两个一起的。就是平常运动结束后，我其实回家一有空都会看影片或什么的，然后也最近开始读博士班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当然是学到越多越好，所以我可能就会不管是我50、60、80岁都还是会继续学习更多更多。读博士班学习到的地方非常的多，不管是从训练规划、比赛规划，到他们的饮食心理学，到推广怎么去安排训练全部我觉得最最对我自己最有帮助的是，当我跟我的同学们一起聊天，然后大家都是国家队的教练、国际裁判们，他们都会分享他们的经验、他们的故事，然后让我更了解该怎么办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也不是金牌，也不是什么的最重要的是要一天比一天好。我一直会跟他们说，你一天有进步1公分，你30天已经进步了30公分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要停下来，要不停止的学习，这样子才是赢，才是冠军。